这个肥一点，这有点肥感觉，五减。我操，995，我的发！还是农场风的区单排，手拿了一把满改的 AR57，打的是 S198 武器子弹。这把就有意思了，全图的玩家都让我碰上了。整局游戏45分钟，我从开局打到了最后几分钟，差点就没能撤离。这一局也是杀了8个，100多万撤离，都是细节，你仔细慢慢看。开局咱们伏在了谷物的后边，看到前面好像是刷人了，准备打波状态，直接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什么毒气弹？是时候出场。这时候发现谷物的二楼确实是有玩家了，咱们准备直接拉近点，把咱们的毒气弹用上，直接封住进口。他们只要敢开保险，就会被我毒到。然后咱们准备从一楼打。目前能够确定的是两个玩家，确实被我毒到了，听到了。这个毒气弹扔的就是侠的好处。出来之后拿手雷排点。毒的一只搁那边叫，两个人跑哪去了？扔个震爆弹，然后准备直接前压，再补一颗，好像是在阳台了，然后直接前顶，怎么里边呢？发一个小子，直接秒掉，我看他得亏了，这边还有一个 ，Hello， 直接拿下，后边啊，这边还一个。正好子弹够用，我笑了。没成想是三个人，哎，他们不敢开锁，哎，我他妈没钥匙，我操！发现保险他们也没有摸，咱们这边赶紧打一下自己的状态。打好状态之后，等了一会儿也是没有发现其他的玩家了，就开始炫包了。三个盒子就这个包还算可以，里边各种激素针，然后是一个五套，一把满改的 M4， 没想到里边还是995子弹。这小子好像是没有保险。拿完东西之后咱们直接旅馆见。扔火，这时候听到里边有人扔杀手瓶，肯定是有玩家了，咱们先把装备藏一下。藏好装备之后咱们准备直接攻点，先排一下二楼。哎呦，翻下我脚底下有一个声纹，这个雷扔的恰到好处，直接下去打他，发现是个毛毛虫，好溜的。紧接着咱们排到这边之后，发现有人在叫，叫呢，不知道在一楼还是二楼。走到这个位置，还是箭头朝上边，那就是二楼了。这小子好像没有止疼药，然后咱们准备直接过去打他。听到这小子在跳，不确定有几个，拿手雷先排一下点，防止老六给咱们溜了。大一房的门口好像是，再补个手雷。这时听到情报刷完点也响枪了，这个雷直接给他炸死了。这时发现情报刷点这边好像是来人了。下了一会儿，我这边也是有点内急了，然后就找了个地儿藏起来了。死就死了，不行，我憋不住了，我走了，我上厕所。得劲儿啊！几个人？这时候我回来之后，也是发现一堆的声纹，不确定在哪个位置，好像就在我的脸上边。我怕我脸上有人，然后就看一下地下室，发现是一楼的人。然后咱们这边也是没有补状态，赶紧打一下状态。再吃一波信息，采草声。这时候咱们确定有一个采草声，好像是出去了。然后旅馆里边有一个，咱们打好状态，直接过去找他们。好像是在左边的栅栏有一个，然后201那边有一个声纹。我准备先打栅栏这个，丢个手雷。这个雷应该是炸到了，刚才卡了一下 BOG， 正好看到他的人了。一个五级的黑头，咱们准备先打左边这个。这时候201那边也蠢蠢欲动了，听到开门声了，再补个手雷，小的封烟雾了。这个雷响了之后就没有声纹了，然后咱们过来打201的。
过来之后发现这小子不动了，也不太知道他的位置，没有手雷不太好拍点。又开门。然后我准备直接上二楼看看楼上的包有没有手雷。就听他俩是吧？刚才外围那个可能是被我的雷给炸死了，听到没有动静了。然后咱们这边也是赶紧找手雷，发现没有。没雷了不好搞了。小死没死？我操！这小子当时也是不太确定死没死，然后准备过来先把主客房炫了，死也不能留给他们。马金出。这边也是没有出什么直接东西，把另外一个摸了。我没听见叫啊，我不知道死没死。我操！我的妈！我子弹怎么整？这边也是直接出了一个大狮子，那打起来更无所谓了。然后咱们准备直接过去冲他，一波大跳。哎，我操，没掉下来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哎 ，OK， 二楼，楼上门了，接一下。打掉这个完颜之后发现还有一个声纹，好像是在抽屉房里边看到声纹了，换下子弹准备把抽屉房排了。开左骗一手，没开着。开门骗一手，拉跳，没看到人。这是不是被打了？猪猪侠他搁上面了，直接拿雷压制我，咱们撤一手。当时给我打懵了，他这个点位很刁钻，拉倒，直接跑到信仰之月丢手雷，过来加一手。这小子是真的会玩。哎，对，蜘蛛侠，趁他不敢进了，咱们打下状态，又补了个手雷，他扔的手雷很准，听到他跑进来了，大跳还丢，那你不死了？直接拿下，然后打了一下状态，发现古屋小屋那边又来玩家了，我直接给大家快进了。这时候听到古屋小屋那边跑过来一个，然后我直接从后边二团绕了一手，这边包看看有没有手雷，因为咱们也是没有手雷了。过来之后一看发现是个热成像，热成像，我的发，这小子挺肥，把他手里边的手雷拿一下，然后咱们准备直接攻古小屋那个玩家。这小子也是没有动，有可能在地下了。坏了，他给我东西拿了。确定在地下了，楼底下那把 M4 是995子弹，不好搞了。准备扔两手雷给他耳聋，然后下去丢个摔炮。哎呦，好像给我打死！这小子直接冲过来了，一波提枪。妈，真给我 M4 拿了，臭小子！这个死偷包仔真的让他给找到了。我的枪里边是995子弹，好像没打过他，剩下的就是舔包环节。这时候整理的也是差不多了，因为时间原因我就直接给大家快进了，就撤离了。差了130万，兄弟们。